警员检获的怀疑仿制枪械包括有九支短枪和一支长枪，一批子弹和子弹夹。探员稍后会将这批怀疑仿制枪械交由军械法证科作进一步的检验。现场是尖沙咀绵登径八号一间已经结业的酒吧，警方接到有人报案说在这间空置的店铺里面发现一批可疑物品，既然到场调查发现这批怀疑仿制手枪，现在将案件列作怀疑仿制火器发现案处理，并交由油尖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八队接手跟进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